下周那个深圳软件要来了，我们现在要沟交流交流一下怎么拿手机打印。我们现在马上把手机办公给做出来。我做一小软件，你手机里边一导图像，一个手机或者一个 Pad 就行。对，就手机 Pad，只要安卓、苹果这种系统嘛。